This one 31 feet. My tow vehicle is 17 feet. Yeah. Okay. Can we come? Can people come down and walk around? Yes. Make sure you leave your vehicle 20 minutes before the hour. Okay. Thank you.为什么？哪儿都洗澡啊？这样排的？没事，一个小时得开车走。啊？一个小时有船的。哦，那现在就是不走了呗。这样。咱们这 RV 是不是都是这个脚线？没有，那边也有啊。行。歇会儿。车到了海边，去 Victoria 的必经之路呢，就是这个港口。啊，这些全都是排队等的车辆，很多人都要去 Victoria 那边。刚才前面来了一艘船，这边已经放行了，看来这边的车要放行了。是我们刚刚在停车等待的时候买的冰激凌，已经被我舔得不成样子了。就在后面的商店里买的，那个商店里有小吃，有买东西的。对，但是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开的，因为加拿大的中国人很多嘛。我们在港口这儿已经等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我估计等差不多三个小时就能顺利上船了。刚才我们也是才了解到啊，说这个渡轮这块呢是可以提前网上预约的。网上预约的人呢，如果你约的是四点，那你在三点半来这里的时候等一会儿半个小时，四点你就能准时上船了。没有预约的人呢，就必须要在这里等待，等待时间比较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以上船，所以呢你需要在这里提前排队，提前进来。在船上的车位分布呢，就是预约的人占一小部分，而不预约的人呢是一大部分，所以不预约的人车位比较多。好大一艘船。下车准备上甲板。 Ready 不着急啊，我们一会儿一个小时就回来了哈。坐个小电梯上去喽。船舱里边转一转，发现了这张地图，这个标着一号的是主要景点，看这个一号相对应的就是这个可以划卡亚克的地方。这个岛应该是挺漂亮的，我觉得它是一个 national park。 如果这两天我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趟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从温哥华这块呢坐船
到这块景色都一般，因为在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在海上的部分，而从这个船从这里开始就要一直绕着这些内海走到这块下船，这块的部分呢是最漂亮的地方，因为你可以看这些两边岸边的岛屿。